Good day, everyone. Today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the challenges and hardships of working in the AV. 大家好，我是班德。怎样用 ChatGPT 跟 Midjourney 还有 AI 绘图讲话英文稿呢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打开网页，按 Google DHID， 然后给它按 Enter 下去。我们看第一个首页，给它点下去就对了。点下去之后，完蛋了，都英文没关系，你跨步不要紧。我们按右键，好，我上面按右键，中文繁体给掉了，可以跨屋了哈。那跨屋底哈，我们免费试用，有看到吗？免费试用就给它点下去，点下去啊，就出现了英文啊，左下角 guest 啊，跨步不要紧，我们右键给它成为繁体，哦啊，像客人啊，客人我就给它点下去，客人。好，登录注册，有看到这边就写登录注册，就给它点下去。点下去之后呢，它就出现网页了，它就会出现很多，对吧？你可以用 Gmail 登录，也可以用自己的密码登录。那首先呢，你要先注册，你输入你的名字哦，跟电子邮件跟密码。当你注册完之后呢，它就会寄一个信箱到你的信箱，然后做开通。好了之后呢，它就会到这个画面。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到这个画面，然后。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爱极了。其实这个是免费使用，但是好像只有20次呢，20次的学分，它是算学分的哦。那、啊、我们先看价钱多少，看一下价钱多少啊？你想说求快就变英文的没关系，我就把右键点下去变繁体。我个人觉得先试用哦，先试用免费的试用先，然后我们再回去免费试用给点下去哦。点下去之后，我们看左上角有个叫 Video， 点下去。然后一个创建视频，然后创建视频就看到了哦，这边就是等一下要做 AI 生成哦脚本的部分，然后你也可以选中文呐、啊，也可以选英文呐、啊，这边有啊，这边有、啊、中文，有台湾话、哦，我有台湾话，哦，还有还可以听一下、哦、叫什么小雨，好听一下小雨，我给他脚本试试看，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庞德，还要画男的云哲，云哲，听一下云哲。大家好，我是庞德、哦、如果你喜欢听我说故事的话，我的麦差，这就是一个生成的东西。然后我们再回来 ChatGPT 帮你生成演讲稿、比如说我要打什么的主题呢？英文，比如说我要打英文演讲，AV 工作的辛苦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我们选择了一张照片。这个照片我选择山上优雅，然后 Enter 给它点下去。点下去之后，它出现山上优雅图片。山上优雅图片呢，我们右键打开来复制连接，然后看第一个 Image 部分，你给它点下去。我们 Ctrl 加 V 贴上，按空白键，选择你要翻译的文字。打中文，穿着一个蕾丝镂空上衣的女孩，空格，然后给她一个加点光的效果，点光，再一个逗号，再给她正面，正面，正面叫做包头，然后再给她逗号，再给她指印的比例，刚刚 AR 2:3，把英文复制，就加 C 到这边，把贴上，然后等待过程中，很快就要生成一个山上优雅 AR 帮你画的图了。我觉得我放大看一下，浏览器打开看一下，这是 AR 帮你画的图，我看一下。这是 AI 漫画的图，我觉得都不喜欢的话就按叉，再一次好了，我觉得不是很喜欢，再重新整理。我重新整理之后，我们再看一下生成的山上优雅，这张不错哦。我们点放大看一下，哦，哇塞，这张哎，怎么开始就在这个部分了？好，这张不错的话，我就好
比如说我要右下这张 U4 的部分，我把它放大，单独一张。好了之后呢，我把它点两下，把它放大，看一下。好 ，AI 帮你画的山上优雅、精致的画面。不是。然后好了之后，我们右键点下去，另存图片到你的桌面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来到 ETIT， 我们按左上角创建视频和账号，点下去有个添加，按一下，选择山上优雅，好 AI 生成帮你画的那张图片，好把它放上去。放上去之后呢，再点选 ChatGPT， 把刚才讲好的英文演稿复制。复制完呢，右边有个脚本贴上，贴上完之后选择你要的声音，比如说要美国英语，我 Jenny， 然后生成视频。这时候他就开始计算你的新额度，比如这个多少学分，我叫你扣多少学分。然后我们产生，好，正在产生的影片，好，生成完之后，我们先给它试播看看。Today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the challenges and hardships of working in the AV audiovisual industry. 怎么那么嚣张 ？Firstly， 如果你 OK 的话，我们就下载。我们下载完之后，看它最终的生成的效果如何。我们实际给它播一下。Good day, everyone. Today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the challenges and hardships of working in the AV, audiovisual, industry. Firstly, let me begin by saying that working in the AV industry can... 怎么有点大小眼啊？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个赞，给它订阅一下。如果你要鼓励的话，也在留言告诉我，我会更努力的做出 AI 的教学内容，会更进步的。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